希望他们能喊突过集中。有点有意思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你打我呀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啊，没开麦呀！我说有点难受啊，不是很给人留活路啊。真难整啊。这波耗血还可以啊，不是这怎么的？哎呀，让小兵给我 A 死了！呀，这波怎么能让小兵 A 死了呢？哎，饼干没吃，饼干吃了死不了，不够细节了啊！薛微不够细节了，饼干没吃上来。这饼干关键他按的4个键没看见饼干，吃个饼干这波血赚。不过他这样杀我其实我不亏。谢谢德龙兄，
挡一下啊，挡一下被动。升级了，这是没招，他怎么升了呢？没升这边有机会。升了其实下边也有机会，只不过我没闪。狗熊看有没有闪现，有没有人知道狗熊还有没有闪？他闪和我一起的，行。哟，能挠到我。哎呀，我操了，真的是，真是操了。好不容易找着把机会，哎呀操他妈的，还闪现还好了，真是难受。稍微运气有点好。他这边有大，上波把他杀了，直接游戏结束，没杀了。我这把没办法，你前面根本这都不是正常对线，那打野还越我一波，还相当于越了我两波塔，没给我越死，让我换了一个。刚才是我们唯一一波机会，但是正好这小子闪现好了，跟我同步的进塔了，就没办法，慢慢来吧。黑切了，黑切，这得提亚马特了，这不能对线了啊！这再对线，这就崩了。用妖气，值得庆幸的是，我们的塔皮没怎么掉。这打不了吧？这怎么打呀？还行，杀一个。不过我们肯定也必死了。你这一换二换他也不合适，妖精要没死还行，妖精还死了。这把帮哪都没有用，只有帮中有用。
通路得起来了。妖精就跟卡萨丁一样，没有装备，就是个皮。狗熊回来俺们走，狗熊不回来俺们就推。可以不定时游走一波。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呀，这玩意儿能免疫防御塔呀，我操，塔皮可能要吃干净了，吃就吃吧，我也没招，给他吃吧。吃完正好我们能多发育一会儿。差了点运气，我估计能剩个个位数吧。狗熊在下路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可以去上路吃一波饼。还行，有黑切可以接受。你咋那么牛逼呢？
370。看看这岩雀有没有闪现啊？狗熊1000吧，可以，不能再带了啊！把鞋出了，不出鞋进不了场。太强壮了，给你两件半，你也强壮，赶紧出鞋吧。下条龙必须得团了，水龙龙魂，上路收兵。回家守塔，这没到20分钟不一定能守得住啊。哎呦我操，我这人一秒就差点，一秒就消失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我让佐伊给打着了呀，死一个可以接受啊。点死，点岩，漂亮，点岩。追不上人呢。还行，可以接受。那牛保下也必须吧，可以。你不保那 ADC， 那 ADC 没有位移，又没有鞋，关键他不出鞋呢，你早点出鞋呀。
你早点出血，那狗熊不就追不上了吗？你不出血，爬上去就跑不了。来个三速海，差1000块钱死亡数还行，这是。笨的，那个英雄比较的笨。大魔术这波肯定死。算了，我感觉他们家要一波，我们赶紧跑吧。你们连兵线都没有，风不风暴的又能怎么样呢？这给我打的，等会儿啊，我再回一波。不急。家园守卫呢？霸龙打不打？小龙吧，小龙，大龙好像费点劲。大龙下一波再说吧，不着急。我差点钱，算了，我把多兰卖了。拖了一波啊，还可以接受。马上我们家水晶复活，慢慢来。追的时候稍微跑一下，哎，狗熊大没了，下边再说。他们可能要打大龙啊，不着急，我们先过来。兄弟，你的勇气是真的是很强大呀，你的勇气。给了吧呢，真是很有勇气的 ADC。 给了吧，守基地吧。妖精还没在呢，等妖精。妖精死了，妖精死了，开吧，这波只能开了，没办法。哎，这个变羊顶着我，好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硬杀一地了，杀不了就拉倒吧。下一盘。